一大清早的，还不到肚子，为什么我脸看起来很说不上来？是因为刚睡醒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在家，我是海瓜，大家去拿杯杯。然后今天呢 ，today 呢，我们在日本，今天是 Vlog 要回台湾的最后一天。之前在日本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，是可乐，这是一般的可乐。但是呢，大家都知道可乐有出 Zero 黑色的那个包装，然后我其实不会觉得难喝，但是很多人很不喜欢。那是哪一个吗？可乐大家都说会不健康嘛什么的，所以他们出了一个很屌的叫做白可乐。它是可乐 Plus， 而且它竟然标榜健康食品，就跟爽酷、爽叉酷，也没关系。就跟爽酷一样，他说健康食品，它是喝了以后可以降低脂肪的吸收，免费换小鼠，可以换小鼠。最后还有一个更扯的，就是透明可乐，现在什么都想要透明来。他们是很不喜欢有颜色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个东，就是啊，不然他们就是很喜欢在开会或是干嘛的假装是在喝水或雪碧。如果这个东西，对啊，你如果它喝起来像可乐，会很可怕。直接这样放起来看，根本看不出来是雪碧。它是零卡，这也是零卡，对，真的假的？零颜色零卡，这样喝起来就不是可乐。口味哦，真的，它是橘子还是柳橙？这样就不是可乐了吧？这是 Coca-Cola Plus、Coca-Cola Clear。那应该还有 Zero， 可是 Zero 大家都应该对多少喝过。我头发还是看起来很奇怪，为什么 ？Zero 还有 Light 呢？为什么看起来很奇怪？还是 Light 是百事？怎么看起来很奇怪？因为你本来看起来就很奇怪。我的 fuck you 啦！我们本身就是好了，我们要用在这档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赶飞机。快点！所以我们先要快点呼一次啊！总而言之，请大家不要我的健康报告还在观察中，那有一段时间的观察期，大家先不要担心我的健康问题，目前是很持续的在稳定状态 ，OK。而且再加上我平常不太会喝可乐，除非跟朋友出去，那你知道我们很少跟朋友一起吃饭什么的。你是很少朋友，所以快点，很难得可以喝可乐，我要先试这个啦。我先喝可乐啊！可乐我们喝过啦，我都记得。好，先留下一个，留下一个印象。好，留下一个日本可乐的印象。日本可乐会不一样吗？别担心。你看，卖油。你担心什么东西？卖可乐，把它来喝。盖起来，盖起来。可乐就是这样，这来源是白可乐，不对，对，是白可乐 Plus 是健康的，可是它不是白色的啦，它颜色看起来还是可乐的颜色。它就是白色哦，对啊，但是它就是白色的包装，它的包装是白色的，特定保健用食品。快点，我们还有十分钟哦，会不会跟爽酷的味道差不多呢？颜色差不多，如果它既健康又好喝的话，我一定买一箱送台湾，如何？爽酷，真的，连那个鱼味都像爽酷。它比爽酷淡一点啊，我觉得。它跟爽酷一样，有一个淡淡的药味。它比可乐还来的没味道，有吗？它比爽酷来的没味道，就比较清，比较清淡。水，难怪他会说是健康食品，就是它是稍微的有可乐味道，但是就是比较清，比较淡。你不喜欢啊？我觉得还不错，真就是比较淡一点的可乐，我觉得。但我觉得不会到不好喝，我可能我不喜欢，我可能会比较喜欢这个跟 Zero 比，因为 Zero 会有一种特别的味道。盖起来，好闷热啦！不是啊，你手每次都这样左右左碰右，好，不要盖，拿下来。你要搞，好了，最后了，我有点害怕。这很，可是它有口味，看看透明可乐，闻一下，柠檬吗？柠檬还是柠檬，又是一个清淡的可乐。我
我喝到那个了，有果汁的感觉，化学药剂的敲出来的。哎，怎么？就是一个化学药剂敲出来的那种味道。为什么会有药味啊？很像你那个药含在嘴巴里面，啊、没有喝水的时候，吃药的时候，你会先把药含在嘴巴里面，那就去找水。这个的味道就像那个时候的味道。我不喜欢、欸，我也不喜欢。那有感觉，如果你，而且你有，你还有吗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，我不要。真的，你把它含在舌尖上，会有一个很奇怪的味道在。舌尖的，好苦哦，很苦啊！那舌尖的味蕾会有一种我也不是很喜欢的味道在。你喜欢？好了，这个我可以，真的 ，Plus， 我觉得大家有机会可以喝一下。希望台湾之后会进，它会帮助一些难消化性淀粉类似的东西。上面有写它是如何降低你的，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山东可乐 ，Christian 吗？透明可乐可以不用买。这个，你尝一次鲜就好，但是。我真的不喜欢，说不定有人会喜欢这种特别的口味。我们要把剩下的倒掉。那你要出发啦 ，Baby！ 日本真的超级热的时候 ，Baby！ 记得买一个电风扇再来，夏天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，记得订阅它。哦，想按个热的影片，可以按个订阅。我觉得我头发好奇怪啊，这部片拍的真的很奇怪。